实在就是 SUM。大家好，这里是云林虎尾有多汽车，我是钟伟，为大家介绍这台2013年 Suzuki Carry 货车，店内售价29.8万。首先为大家介绍这台车的外观，这台车的外观维持的还 OK。那再来介绍引擎室的部分，这台车是1600cc 的引擎，它搭配的是手排变速箱，那目前实跑11万，它也经过 Yes 第三方认证的通过。那这台车的车斗状况也维持的还不错，对于做小生意的老板，这个空间也是非常的够用。那它也有帆布可以让你遮风避雨。再来看到内装的部分，它的冷气、音响、桌都正常，排档的皮革、椅子也没有破损的现象，那整体内装的气氛维持的还不错。那目前里程实跑110073。简单介绍完这台2013年 Suzuki Carry 货车，店内售价29.8万。我们是云林虎尾油多汽车，欢迎莅临赏车。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大家。实在就是 SUM。